我跟李小凤是在一家以前我常去的 pub 认识的，那时候她还是 Poly 的学生，在酒吧里做 part time。Kiss from Rose。我更想要一个 kiss from you。请慢用。我是说我喜欢你，做我的 steady OK 吗？你喝多了。你是怎样？给脸不要脸？没死过啊！敢动我的男人，对不起，默默姐，我不知道他是你的。现在知道了，还不快走 ？Sorry。看什么？还不跟默默姐说谢谢？默默姐，你是认真的？我是你的男人。刚开始我以为是我罩住他，没想到他的身手竟然这么好，我们成为了最佳搭档，很多在道上混的都不敢来惹我。在一次殴斗中，我们把一个人打到重伤，结果一起被抓还坐牢。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好，起来，峰哥。老婆。哎，有没有人想我？有啊，你呢？哦，我想你想到要疯了，我差一点就要越狱啊！不要再乱来了，我只是找你半年出来而已。你干嘛打扮到这么土啊？啊？我不喜欢。我喜欢啊。恐龙他们已经在等我们 party， 走吧。小凤，我已经叫大家解散了。你干嘛跟我开这种玩笑？我在监狱里想了很久，我不想再过回以前那种日子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你是被关傻了，大家跟我们这么多年，怎么可以说散就散？我已经叫他们去找正当工作了，你也是，你不要再混了啦。 OK OK， 有什么事我们回去说啊。我不会再走回老路了，要么你跟我，不然的话就各走各的。你认真的？要走你自己走，我是不会丢下兄弟不管的。某某，喂。帅呀，猫哥，